就是咱即个是新生学校，嘉德桥作为中心，南顺康业中心，关怀回答邀请，向新生安多台谢吼啊，祝福咱平常幸福，保佑众神庇佑，大家欢喜，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众神庇。真心以诚，不管流言百千，你甲咱真心谢母祝福何意？祝福真心谢母，谢但谢秋。
在天，飞天观世故圣地，飞天在求回，回中三世律，七点十万堂一门教教的会。
救自己，心归配合，心通公待，就会人生命团能力，修客分析，信徒观天下，祈求诸位众神，还有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众神祝福，众大地主，一家大事，万事光彩，富贵吉祥，家运财运，运途兴旺，祝龙公喜安，生意事业风头大展，出入平顺，开业平安，家庭美满，福禄安康。祝你无灾不病，求求无灾无疫，弘扬化吉，事事大吉大利，大家大事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Thank you.